这位先生，同学要上课，这样子。我上课就是这姿态，态度态度。对对，我以前上课就是这姿态，然后看到人这样，然后没准就被他扁。真的、哦。对不对？你上课以前就这样。对。但是我上课的时候背包没有那么轻。哦。我会包很多东西。但你一定是坏学生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我怎么看到上课有带凶器的？对不对？谁会上课带这个东西？你告诉我。剪指甲、啊，剪指甲，你剪手指吧，剪指甲，剪指甲，这个叫什么？叫蜜雪来。蜜雪，我听过。蜜雪，蜜雪种植的认识也是哦。你看这地上，不要丢在地上。哎呀，哇，是负责栽种的，是？对。那你为什么可以你好这么肆无忌惮的让你们家芒果就躺在地上？哦，因为我们其实它每一岁出来的芒果呢，都会有可能有3到5颗。对。那因为我们为了讲究它的品质，所以我们会把它蔬果蔬到剩1到2颗。一般的话，就是在这个蔬果期的时候，有些会拿去做芒果青，就是人家的情人果。好吃。对。那你们家是不愿意做芒果青？嗯，主要是它会针对不同的品种，像我们一般市面上看到的都是以土芒果来做，因为土芒果它是原生种，然后它的酸度、风味相对来说都比较高。这个不好吗？嗯，它的话比较，它的风味没有那么好，对，它的酸度没有那么好。可以吃嘛，只是没有那么好吃。它基本上是不能吃，因为我们已经落果，它还没成熟之前，我们就把它先落果下来。黑黑的这个是，好喷。对，因为我们一般刀子是拿来剪芒果，那芒果上面就会有乳汁，所以有时候它在刀口上就会有沾到一点。很好吃啊。嗯。会吗？但是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水果可以吃，就不会那个特别多。完全不是芒果青。真的。嗯。哦。好吃。这好吃吗？不就是酸芽青吗？都没吃过。很好吃哎。现在我们现在先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我很担心，我现在这个把它拿下来吃完之后说啊，卖这个就好了啦，对不对？这是完全已经熟成了。它应该还没到完全，因为你摸起它的果实还是硬的。他妈兜了才对啊！对，还不行，还没，只是它的熟成就是我们看的芒果，它是从屁股这样黄上来。对。那你摸它的时候，它还是硬的。它是用艾文跟土芒果下去做改良，所以它有继承到土芒果的特性，皮厚，所以它的熟成速度没那么快。当然我们会希望再把它再放个常温放2到3天。那它表皮出油，就是你看一般人家讲爱我的，对，有没有同样的道理？同样的有没有可以吃的、啊？现在有，我等一下外面那边有准备。那我们现在做还在干嘛？你们等一下要可能要不要尝试着采采看？我教你们怎么采芒果。好，你教。这个。哦，因为它蜜雪它是红皮性的水果，所以它上面也会有红皮，但是因为它还没熟成，它不会转亮色。对，它只有熟成的时候才会转亮色。你看，亮红。你看这个跟这个是不是也红？对。它的上面有，可它比较暗。对。我们现在一人选一颗，然后先不要采，因为有时候还没有熟成，对不对？看哪一个对手，然后阿志再选一个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输的什么？输的。请咖啡。再看哦，好。哎，不是我跟你，全部呢。拜托，没问题。哦，好，现在马上来。好，好吧。应该是。谁啊？这一排货，旁边那排都可以。好，就这一排就成。你走了吧，来啊！Zing！ 我也没有看，直接数到三起。哦，葡萄好香啊！还可以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红，对。哪一个比较红？等一下。其实两个的熟度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张哥的比较大。我们比较红，没有我们比较红，我们比较好吗？吓歪！我的比较红。照理来说，应该算张哥的会比较红。谢谢卓文杰。我跟你说，人家请的咖啡最好喝，等着吧你们。但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，它现在的红只有红一半而已，所以这就是我说的，到时候我们回去会集中，然后用棉被让它自己乙烯散发，然后把它自己转熟成，整颗熟成这样。是。哎，所以它这个算小颗的哦。小颗，然后如果大颗的话，其实也会到1台斤。对，我还有另外一种芒果，比较更特殊的芒果。在哪里？在前面而已，在旁边。走。好。那这次还是带着，因为它那边可能还是有落果。大
刚刚我特别跟你介绍我们家才有的芒果刺青。这边这边这边。什么叫芒果刺青？你看到他在外面上他的袋子上面有贴了一个贴纸。外嘿，对，他其实这个图形呢是我们的台湾的外交部想说，如果在我们台湾的农特产上面能印一些特别的符号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到时候可以当做迎宾用的水果？对，那我现在拆起来看。你就因为日晒没有，所以它变成这样。对，就有点像我们在晒日光浴那种，穿衣服的地方不会晒伤，但是你没有穿衣服的地方会晒伤，它就是去遮盖它一个图形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芒果的比基尼线，它好 fashion。可是问题是你这个放上去，你怎么知道它大小？那我们会在套袋之前就评估它的果实大小。对，那我们会预测，对，先预测它大概的大小，因为它像这个文字烙印的话，也差不多需要在套袋里面，然后一个月的时间。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这很酷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往下走，我们去看另外一个品种的芒果。好，走，谢谢。好，这个跟看不出来吧？对，因为你说这是新品种。对，它是一个新的品种，叫翡翠芒果。翡翠，那其实你张哥，我知道你有去过很多国家，搞不好你在东南亚国家也有看过类似的芒果。对，因为它不是红皮的芒果，它不需要。Round two， 先不用跟他们讲了。Round two， Round two， 为什么 Round two？ 就刚刚让卓轩扳回一城的机会啊。反正我现在是已经输了，我是没有在担心这个了。好，那刚刚咖啡，你比较要紧张吧？哦，怎么会？咖啡不要再咖啡，你有咖啡，其实在甜点。一组，好，这个是要挑一挑大小是挑什么？它需要用摸的，对，强项，像摸骨一样，每天都在摸食材。哦，对，哇，大哥，哇，好不好？他摸也需要摸什么？需要摸它的饱和度。你说硬度吗？它的果实的饱和度，因为像它这个果实比较是中长型的，那我们会摸它的屁股端，然后是否有比较胖，那比较胖的它就是饱和度比较高，那就是它的熟度比较高。来，真的要让度吗？好难哦。啊，这个蛮大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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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但是它不是大小颗啊，还有它的饱和度啊，是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不算，这个实在是很刺激，一翻两瞪眼，对不对？对，来一二三，应该是我。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这个饱和度，它的屁股的部分。目前看起来的话，张哥的比较胖。嘿嘿，好难哦。厨师还是有先天上的优势，但是他还没熟吧？熟没熟，要试试看才知道。所以要拆开才知道。对。我准备。好，请问一下，你刚刚为什么不拿出来？刚刚没想到。对。这个还没吧？还没拿。他可能要再削下去。我应该皮要再削下去一点，那再削下面一点。对，因为它上面还是。我跟你说，它味道很特别，它有一种水果的清香。芭乐。是芭乐吗？我以为是。芭乐有点这个。你想要再吃里面一点，会感觉到有龙眼的味道。龙眼。也芭乐。龙眼，我不能吃下面。我觉得像龙眼。有。它再熟成一点，它的龙眼的味道会更重。哦，这个应该可以当前菜。这个要薄皮跟蔬菜放一起上沙拉。好，我们现在去，赶快，我们录快一点，因为现在得吃熟的，吃完之后，就要喝下午茶了。好，走起。好。出发喽！这位是哥哥。我的。哦，你平常穿着都是花衬衫吗？啊，是，平常都在南部就是穿这个。森林系男孩，所以叫阿森。这个是蜜雪，蜜雪，那个是翡翠，翡翠，这个是芒果布丁，用什么做的？是用什么哪一种品种？它就是用我们有一些那个蜜雪芒果的果肉下去做的，这个样子。我们从比较没那么甜的开始吃，那我们先从这个开始，翡翠，对，先从翡翠开始，不一样，这龙眼味道更重，对，越黄的它的这个品种的龙眼味会越重，这样子。那如果你想要口感吃脆一点的话，你就要选比较白、比较绿的这一种。这是不是想在卖吗？
这边像就是只有我们在种，然后我们在卖，因为自己是之前的外国友人带回来给我，就是自产自销。对啊，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他从国外带回来的海湾鸡，它的产季的时间没有这么稳定，那所以也不是说很固定的某一个产季在卖这样子。好好吃哎，它就是一种清爽感。嗯，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做很多产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先去思考，就是说它跟市面上的其他产品来讲，说它的风味有没有跟人家不一样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陷入一个比赛甜度的一个状况的话，那其实就是很大程度就是来我们在比光合作用和肥配管理就好了。对，好，接下来他的对，接下来这个是蜜雪芒果，可以试一下。对对，大部分的人都只看说，哎，黄的就是金黄，然后红的就是艾文这样子，那绿色的就是土芒果。但是其实，台湾在这个品种改良上有很多的进展，然后有出现很多不一样的水果，所以大家去超市或者去市场的话，可以多留意看看不同的品种，你可以尝试看看。我觉得这两个就是，风味不一样之外，它们甜都不会是那种腻的。但我跟你说，你要吃那个皮吗？皮在这边，香。对，它越靠近皮的地方，它的那个香，它的香气就越会出来。哦，香气比较明显。那接下来我们吃，我们现在来吃这个果干，番石榴的果干。这一下叫番石榴，对，因为我们那个风味甜度一个一个上去，对，它是用我们的蒸碎番石榴做。它有一个味道，什么味道？你说后面那个味道吗？这样子，那其实像蜜番薯的味道，蜜番薯的味道，蜜的，蜜番薯，越咬越香，跟一般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蜜饯、芭乐的果干不太一样，芭乐果干一般咬起来很松松的，这样唰就断了，有咬劲的，对，它都是直接把它烘干的，对，就不用再另外加东西，它是一个非常天然的状态。好，那接下来吃什么？来吃这个。这个芒果干，那这个芒果干比较特别哈，就是它是拿这个翡翠芒果，然后趁它很黄熟的时候去烘制的，这样。真的哦？对，所以你会吃到龙眼味，很重很重的龙眼味。龙眼味很明显。而且是浓缩的。这不像芒果干啊。芒果干的只有啦，有一点点，但是龙眼味很明显。对。眼睛闭起来就好，这些零零瓜奶啊，那搓搓。对，凤梨可以试一下。好的。屏东的凤梨有一个小小不一样的地方，它就是可以很早熟，就是过年前后就在收成。那这个时候的金钻凤梨不会像一般的凤梨，就是到夏天都只有甜味，那它还会带有那种有点土凤梨的酸气。对，不甜腻的，不然有个凤梨果干。非常好吃。但是就是要照这个顺序吃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因为那个甜度会一直上去。那有时候你甜度过高，然后你风味都会不见。然后最后一个，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？我的姑姑她非常喜欢做点心，因为就是不是每个季节都有那个水果可以招待亲朋好友，对。那他们就会就是把果肉呢，然后冷冻起来之后呢，然后在其他季节然后做成小点心啊，来招待来的朋友，对。允许的状态下，允许哦。上面的芒果就用地上就好了。对不对？确实确实，因为地上的它煮一煮，它的酸度会跑掉一点点，然后加一点那个，对不对？然后但它的酸度会在香气会更好，因为在地上香气很香吧？刚刚我给你第一次，它也排斥了，可是我没有在吃那个，没有吃过，你让我吃吗？我也没吃过，可以接着来。肚子饿了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持续锁定詹姆斯的素食料理，加班喽！